好，由咱们七娃哥安排的比赛来了啊！看吧，感谢七娃哥的这个安排哈、啊，然后预言一下。昨天他们交了手哈、啊，昨天晴空是输给了，而池只拿了三分左右。然后七娃哥安排的比赛战助金很高啊，赢的话四飞，输的话两飞，抓，哇漂亮，这一波抓得好。喂，这么准，老二打多了水平肯定就上来了嘛，没办法，人家曾经处于巅峰，你给他练一练他就上来了是吧，很正常。血太少了，大家预言一波啊，预言一波。好，倒地。好，抓起来。站兵没有延迟抓，跳起来，再抓，再抓。哎，时机没有卡好。喂、哎，小鸭不错的啊，本身小鸭就有实力。哎，是吧？好像死了。机会有，耶、yeah ！机会来了，哎呀，落地无责任，漂亮！梦开皇帝 ，nice 哦！哎，哎，放开，放开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好危险！预言是抢食的哈，抢食的预言啊，不是单局的预言，直播的啊，快了没？时间掩护之下，何池应该赢了，哎。三局的比赛太累了，兄弟，又得看弹幕，又得说话，又得看那个看这个，太累了，兄弟。啊，老年人不适合干这种动作。
Ready Go Blit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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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 Ha Blitz Yeah Ha Blitz Yeah 没有没有没有，哪有自动？没自动的。都是人工操作的。今天的直播啊，你们不知道后段有多累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安排这场比赛，我起码问了好多次。你最终看到的这场比赛，我之前已经问了三四种比赛的方式方法，就是规则呀，哈，谁打谁呀，哈，好多种。Round three.帝王哥没来啊，等一下会来的。青红的大门套路感满满啊，但感觉何池不吃他的招。哎，我去，这个头上斧，是佛成魔，赢得很惊险。对啊，赞助很多啊。七娃为九七也做出了很多贡献。欢迎磊哥，欢迎磊哥。没有组织比赛不用惭愧啊，多来支持一下就可以了呀，啊，点亮一下灯牌啊，多互动。Round two, ready go.我去，这么牛逼吗？你好啊，三十力，速度太快了。两个都是我。Round three, ready go.我去，舒服，都是我，我去，漂亮，战地骗对手，防御哈，落地在蓝之山。这手速。无敌波吗？没有无敌波。哦呦，七娃哥来了，欢迎七娃哥开着这个定制的保时捷来到直播间，兄弟们，组织比赛的老板七娃哥来了啊！如果知道老粉知道的话啊，知道七娃赞助的比赛几百场是有的啊。老板大气，兄弟们给七娃哥点点关注啊！这么厉害，对啊，七娃哥是最早支持比赛的啊。
你看到的很多经典局其实都是企鹅安排的，知道吧？只是你可能不太知道而已。老板发大财啊！老粉没有不认识七娃哥的。今晚其实七娃有组织暴王跟何池打的，暴王他说有好几场约了，知道吧？我今晚我问了好多人的，才约到这一场哦。今晚问了好多人才约到这一场的，关注了，OK。楼石没有，浙江的，好抓，冰红落地想抓，柚子啊，我去，还好，差点被八神抓了。七娃杯要办肯定可以啊，是吧？有啥事办不成的？只是不想让七娃哥太破费了。谢谢小流氓啊，谢谢成战现实，欢迎南渣啊，欢迎兄弟们啊。多多关注。在座的都是80、90后啊，都是老男人。你不老啊，咱们现在是男人30而立，40的男人一枝花呀，怎么能轻易认老呢？咱们现在80、90是社会的中坚力量，知道吗？社会的主力。好，组中 AB 跳低，反摇 B。何池龙二带两个小枪打赢暴王，打不了。谢谢小流氓兄弟，谢谢。来吧，抓了，进攻型的阵吗？进攻型的阵啊，蓝之三毛。打的都很惊险哈，但是赢不了何池，赢不了哈。感谢兄弟们点赞搞起。好手法。要破防吗？好招！这一波闪身来的非常是时候哈，他只一直想打破防。你想着破防，但是没想到对手有气哈，可以能量闪身来防御你。葵花。哎，这下不冷静了。不应该啊，下期不能发布。危险，走开喽，跑喽。
碰三，碰三是什么鬼？正七前六前七吧，啊，反正小五强之后跟大门并肩，这一把秦红应该还是有了。大猪很求稳呢，卡着位置，寸土不让。哦吼，哦吼，亏了呀，大猪，太烦了，这一波被架招之后。秦红又闪现废了一颗气，真的是嘉年华走一波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！ 完了，完了，完犊子了！我去，真亏了这一下，水源镇吗？气死人了哈！这一把输的真的是，气死人了！欢迎欢迎马小景加团啊！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！这边加加粉丝团啊，点点关注。还是有点急啊，这都输了。逍遥俊少少伟，感谢大家。坐地波，我去，老是没有打在自己的节奏上啊，老是打在这个河池的卡点上。嘿嘿，什么鬼呢？榜一是我们杭州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怒了啊！我感觉到这个蓝竹山已经怒了，反三来了。我去啊，一套冤，升龙失误了。Round one.
漂亮，关键时刻还是很敢出招哈，虽然形势不利，但是还是打得很给力。西瓦哥头像很牛逼是吧？觉得哪里牛逼？大家不要带节奏啊，看比赛。无奈的升龙。哎，被骗了！我操嘞！云里还在，还好防住了。再推，哎嘿，可以，战逼想要抓吗 ？Nice， 再来，推来，哎呀！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！感谢点赞，哎呦，下雨了。什么鬼？我也好慌啊！我感觉青龙有点慌张，有点慌张。何时也慌啊？这个时刻谁来谁都慌。哦哟，广西的兰芝山。漂亮，这秦红都落后了四分，不得支持一下吗？好，来浩浩，浩浩 CD 战，哎呀，手太紧了，手太紧了，一下就死啊，就一下，漂亮，跳低带入复合指令啊，不错不错。很容易失误的哈，很容易失误的。下雨了，有一点噪音啊，兄弟们。刺激，兄弟们，刺不刺激？把刺激打在公屏上。我先不说话了哈，有杂音的话不说话了。三月里的小雨，哗啦啦啦啦啦啊！小雨是最多的。
昨天哈、啊，昨天十比三，把公屏打在牛逼上。和老二防守压力好大呀，拼命的切防，拼命的切防哈、啊，还是失误了。漂亮。反三倒立洗头，我操嘞，这也行啊，这也行，这也行，谢谢何老二不让我倒立洗头之恩，菜呀、啊，真的菜呀、啊，哥。Round two.
是我是我是我啊！对呀、啊，我也要说和这菜呀、啊，反三反不了，他就是菜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就像有很多人教老 K 打灰灰一样啊，一顿狂喷。我去，手法真好，你看这个就是手法，他落地都是安全抓。嗯，对啊，我上去可能就反三了。哇呀，哇呀，舒服啊，震，冲过来里头，再来，再里头，反三，这一把才叫反三，兄弟们，这一把才是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Hey, 乱动。哎喂！我去，这落地还带蓝紫衫，舒服啊！漂亮啊，牛皮！把公屏打在牛逼上，兄弟们，六六六哈！很六很六啊！叮，好清脆的声音啊！不错不错，不枉我给这个秦红加油一场啊！大门我第一，就是菜嘛，等一下搞不好还得让青红给返回来啊，追回来。河池这个 P 还是可以的哈、啊，毕竟他可以开得起玩笑，可以调侃。啊，下一层跑抓很明显，直接站B反抓。危险。好，果断出手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
大家不要再节奏啊，理性观播，理性观播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。哎呀，还不死，后患后患，这一下还不死。老二龙虎队干我，你要站住吗，兄弟？哎嘿，跑了180,000里远去震了，两个小跳震他不香吗？煤气不会完了，煤气不会完了，煤气没有篮球上的压制力，哎呀，可惜可惜。他刚才有气跳低的话肯定拦之山了，他没气的话跳低想要抓天地反就抓不过了哈。有气没气，一个在天一个在地，赛果不一样了。可以，八神赢了就机会来了。哦，猛虎出笼啊！走了，南通博尔特。好招！我去！我去，想抓是蓝之山了，是啊，陈云啊，哦，青红想跑过去抓，何池想跑过去抓，大家点赞搞起，干到10,000好不好？安排一场比赛挺辛苦的，兄弟啊，多点点赞。也感谢七娃哥的安排，哎呦，震死了！破，好，果然破掉。
小鸭有安排啊，有安排，等一下看看吧。刚好打晕，跳低肯定在抓的，大猪出不来，出来了也救不到。谢谢昵称没保存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个手抖啊，手一直在发抖啊，一直在切防啊。下西好，哎，怎么听到 AB 的声音了？这个时候 AB 应该得跑开了吧？细节没把握好。快一点啊！哎，不用 AB 吧？这个时候 AB 干什么？防就行了呀！防就行了呀，怎么 AB 了呢？还不如不防碰瓷算了，呵呵，还 AB 什么？或者不防是吧？碰瓷也行啊。继续温柔。基本反应也是防啊，这个时候。紧张刺激的环节没有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防范。好，等生龙很明显。等生龙啊。这一下肯定不能强压了，肯定得等一下。无敌波，哎哎哎哎，波没发出来，还好抓到啊！重拳必杀，手太紧了啊，帮主，波发不出来。下盘这一波贪心了，五连就行了，他想打六连，很明显距离不够啊。啊，这个 AB 被打是没办法的，你不 AB 你又要被压制。感谢七总带来的精彩比赛，谢谢七总。喂，是不动呢？这一步跳膝没毛病啊，居然被掏下盘。远了远了，兄弟，还血！哎，好危险呐！
好死了。那必须一点啊，必须得帅。我操嘞！结束了。还要留一口气。累了。我去，蓝之山结束，可以。